在左后方。那垃圾桶话也是在饮水机的位置，但是如果说有牵涉到一些油污吃的那些残渣什么的，请大家自行带走。那我是今天共同主持人的 Dennis， 那这边这个是 Adam， 那我们照惯例就用三个关键字来形容自己的样子。我的话是 Wikidata、OpenStreetMap 跟维基媒体协会这三个，那就欢迎大家来参与，就很多人很久没有见到的人。哎，从我这边，我都是这边啊，你是这样。好，那我是 Jeff， 然后。三个关键字的话，维基百科、OpenStreetMap 跟人力资源协会，对，嗯，好，欢迎这位，静凡。我叫静凡，那我是爬山，然后 OpenStreetMap， 然后算 GIS， 对，反正就跟着瑞林学习。不会啊。来，那那个，要鲑鱼。我是鲑鱼，三个关键字，维基百科，台北台中车站。哈哈哈哈哈哈！人家是很有地域性的。地域性。好，我是向，那谁呢？然后我英文 S E， 然后我那个用户名是 A S S N G S， 然后大概有在群组里面见过我，最近都没有出现，是因为我。这有两个社团，所以你在两个社团，对，我在社群都是一样的代号。对，应该是用同一个代号吧。然后小猫，就是 ASS 开头的，然后换个 S 啊。然后因为最近在上那个在职硕士班，所以就没有参加。对，然后三关就是 OpenStreetMap， 然后维基百科，然后我就上了 Wikidata 的频道，三个档。我是白羊，那三个关键字的话，Wikidata 前端工程师消失了六个月之内。啊？对，我上次来应该是六个月前。六个月，因为公司从半年前就蛮忙的。对对对。好，谢龙。好，我是建鹏，可以叫阿鹏。三个关键字：高三、统测、后天成名。Yeah, 恭喜！后天成名。后天终于十八岁了。对。后天了。然后。我那时候还有三天要去。哈哈哈！我还有好多天休哎。好开心哦。要不要刚刚回来的先？你先吗？我先好。那我是 Adam。那三个关键字是 Wikidata， 那最近在处理那个，一样也在处理河川，然后河川，然后最后是最近都在设计教育相关，就是那个课程，最近都在设计课程，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刚刚回来的，买饮料回来了。我是凯木，然后三个关键字是 GIS， 然后。然后我也播我什么？你是说叫静静吗？对。好，欢迎。那 Helen， 你要关于婚恋爱，我们要怎么去做？好，开了那个页面出来。好，像最大一头就是活动一开始那个那段，我没有确定。就十点之后的第一场哦，帮我滑到下面好，现在的流程大概是这样了，就是九点半到十点是一个缓冲，就入场报道，那一方面也是可以就是工作人员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现在的安排是，我是前面十点到十二点是 OSM 或 Wikidata 工作坊择一，然后最后面的三点到五点。也是 OpenStreetMap 或 Wikidata。为什么这样拆成的？因为，还是因为我就是在想嘛，就是我感觉丢全部丢在一起，然后后面就是大家全部都闲聊。我不知道，因为我会觉得先用工作坊暖机，然后再配议程分享，大家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我的想象是这样，不然的话好像
先全部都工作方，或者先全部都议程，感觉都还是你们觉得可以先全部都议程？那我习惯全部都议程在工作方。好啊，不然我们就移到先全部都议程，因为我原本这样想象的原因是因为这样议程中间会被卡一个午餐。对啊，如果说大家觉得 OK 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把它议程一二三四就都往前推，再往前推两个小时，然后下午的四个小时就分开两个小时 OSN， 两个小时 Wiki 啊，或者是要大乱斗也可以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工作方还是希望说大概用半小时简介一下 OSN 跟 Wikidata 的编辑，毕竟这一个活动它终究是设计给比较是新手，就是对 OSN 或 Wikidata 新手，可能不是 GIS 新手。你唯一请讲座是写哪一个那个主题的？它其实表单里面没有让我选，没有吗？没有，它表单不需要选。对，或者是我先，你是谁？然后他就问说你是谁，然后活动办在哪，然后预计多少人，然后用一句话简单介绍你的活动，然后以及活动页面，他只给我选这些。对，所以先前不太一样。哦，以前会选说哪一类吗？因为我写的时候，我记得我没有看到有那个问题。对啊，我是已经开了 Wikidata 的页面，把他当活动页面贴给他的，对吧？啊，现在是没有收到什么回复。的那目前是有四个 track， 就是有四，也不是四个 track， 就是有四个议程分享。那目前一场是水利署，一场是水保，那另外两场看大家有没有想要认领的。那原本是想说，因为哈爸跟大和小西他们都还没有回，那或许再调一下。那场地的部分的话，目前安全牌一定是这里的。就是台北场地安全牌是这里，但是就也还在想说有没有比较更好的场地之类的。那台中的部分刚刚有聊啦，那到时候台中可能会跟台北这边就是用连线，对，用连线。那大致上场地改了啦，应该场地应该不会在 Hackspace。 场地应该不会在 Hackspace。 他会选哪里？但是那个尾鱼，那你叫什么地方？图书馆，就是在台中公园里面的一个好像是图书馆的六楼的多功能教室。对，之前有一两场是办在那，一场，之前那个post club 会的时候，然后有办在那里因为以前有操作过的经验，所以可能也还是会在那边。那这个是目前 Open Data Day 啦。那目前水利署跟水保想要发表的内容，水利署是会针对他们的开放资料平台发表，会稍微聊一下说他们开放平台要做什么。那水保的话，水保还不确定因为水保也还在跟我讲说他在想说要讲什么。对，那水保去年的讲座其实就在讲说水保到底管了哪些资料。就去年的跨领域论坛，对，那一天大概是这样了。那如果能够来帮忙的人，或者是那个可以当工人的，等一下我们会后再来讨论一下。那基本上那一天的工人其实也没有很复杂，就是那天的工人其实也没有很复杂，大概就是九点左右到现场，然后简单整理一下场地，那架设直播跟摄影，然后主要还是引导新手，重点是引导新手，因为去年跟前年的经验都是 Open Data Day 是我们新手最多的一个大活动，不管是去年或前年都一样，对，所以我觉得 Wikidata 或 OSN 这边都需要蛮多人力来引导新手的教学。那时间是3月6号，大家可以已经确定了，时间已经确定，但是场地台中基本上也确定啊，台北可能还会，目前是暂定这里的，那大家可以先把3月6号，挪出来哦。3月6号礼拜六啊，早上10点哦，我也不希望大家太早，9点真的蛮早，我记得以前我都办9点，
对，去年跟前年都办九点。好、哦，年轻的时候。哦，那大概是这样啦。那另外就是，如果在座的朋友有公司或者各个协会想要挂名或者赞助的哈、哦，欢迎。等一下我们会后详聊，哦，我们可以帮你把名字挂在上面。哦、那欢迎董内这样子。需要我写董内吗？啊？那个水宝，水宝说他要用董内的。哦对，那个再说啦，但是就是欢迎大家，如果会后想要，想要出钱出力的，那我们再讨论一下。哦、然后，那预算要不要解释一下？预算哦，翻译跟讲师费。其实这个哈、哦，你们也知道，社群活动就是如果有到那么多钱，那就可以发那个钱；啊，没有那就没有嘛。那目前外包还可以解释啊，但翻译费担心。哦，翻译费，翻译费其实最主要的概念是，因为现在就是疫情问题嘛，所以可能，我们活动也不太可能让，可能我们也不可能办到五六十甚至七八十什么，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后面录影会做逐字，那翻译费是做英文字幕，对，但是目前讲师跟外包翻译费基本上都吹掉了，因为本来的想象是希望政府单位可以帮一点忙，但是就因为我有请我朋友估过价了，20分钟的讲座，如果以一个字2块钱来算的话，20分钟也要10000多块，因为我以去年跨领域论坛去算的字数，去年跨领域论坛40分钟大概要讲到10000字。对，啊，虽然只有20分钟，大概也是要，大概也是快4000到6000字左右。对，那如果一个字2块钱，然后还要让他帮我们迁入做那个字幕的话，是一笔工啦。哦，所以到时候可能还是会有，到时候可能还是会请翻译，但是翻译的部分可能只有一些摘要或者是，可能就是以摘要为主。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哎，是要做逐字稿吗？要做逐字稿可以吗？对方能做，好啊，时程会拉很长，对，只能下班很慌。摘要就差不多了，让大家知道台湾这边发生什么事。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因为社群的部分。你是打算放 YouTube 上信息字幕？我什么都要放啊，那个大瑞，你帮我上一点。大瑞再帮我上一点。对，我要放 YouTube， 我还要放 LBRY， 我还要放 Wikimedia Commerce， 然后我现在也还在研究 PeerTube， 可是 PeerTube 我其实以前放过，可是我就觉得效果没有很好。你是放哪个 Instance？ 我放之前，因为之前那个网络上有几篇文章在推荐，然后他就有推几个，然后我就有放在其中一个。我等一下可以去找一下。我的视力版的变动能放，搞不好你们看这个文档已经。因为如果是 YouTube 的话，其实 YouTube Studio 可以开选生出一个社群的语音档。没有，现在那个功能掰了。社群字幕去年就掰了、啊。去年11月就没了、啊。对啊，我就没有频道。社群字幕去年就掰了、啊。会被干掉。对啊，去年就掰了、啊。去年就掰了。我跟你讲，现在这些平台，能够做社群字幕，大概只剩那个维基共享资源了。只剩共享资源可以做社群字幕，那个 LBRY 是不知道怎么做字幕了。对啊，对啊 ，YouTube 社群字幕去年已经掰了，所以对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帮忙做的话，就我们到时候档案都会释出，看你要在 LBRY 载还是要在Wikimedia 载都可以，因为Wikimedia 有一个比较困难，就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点就是。它是不收 MP4 的，哦，对，它只收 Web App 或 OGG，、嗯、所以我还要额外再转档。那如果你想要直接用 MP4 的话，那就直接用 LBRY 载就好了。顺便编码要付授权费之类的。对 ，MP4 授权太多层。哦，对，对，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做逐字或者做摘要，这边我也坦诚一件事啊，去年的跨领域论坛逐字都做好了，但是。那个影片什么都还没有后置完，对，因为逐字是有外包出去的，但是后置是社群在弄的，所以就比较慢一点，对。
不过跨领域论坛是因为有完整的直播影片、啊、所以也不用担心。那这个是3月6号的部分，一个月。那进房你可以自己自由选择，看你要参加台中场还是台北场。新竹刚好中间有没有？没有，那不知道他来说。对，他不知道去新竹。没有吧？他想去台中。我去台中。啊，还是你新竹也办一场？你不是说你要在新竹当？他就要两，如果两边，你不是说比较重要是工作方要有人吗？那就是看讲师到时候去有没有资源。那你可能还是要去台中了，因为台中目前只有危机的人，没有 OS 的。对啊，我不排斥去台中啊。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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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去台中看一下他们在用的那个场地，听他说是还不错啦。对啊，还不错。Express 还蛮小的。不是不是，他们要去，对、啊、就是那个图书馆。所以那个图书馆更大。更大更大。对。他刚刚伟瑜就讲啊，在维持社交距离下，还可以坐20个人。啊。对。所以平常就五十啦。1.8，然后20，还1.5。所以1.5啦。1.5。所以。1.20也。所以正常状况下可能可以至少到40，说不定。但是，嗯、对，好、哦。那，咋、啊、那？这就是接下来的大活动，3月6号。对，那下一次月聚其实刚好是3月6号的隔两天，3月8号。对，对，赞。好，那下一个，大概是什么？我好像没有接下一个。下一个，马上就想要什么就跑。看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那个。河川编码在 OSN 那边的部分，那个是东叶跟那个河川编码就是在上面那个 Windows 那边哦，要再看，然后看你要不要把那份文件的连接丢进来。我觉得现在最大问题是官方的名称其实对不到一些常见地图上面，找不太到。哦，你说官方，你说河川的官方名称吗？嗯，怎么可能对得上啊，对不对？他就好像谁干嘛？谁就好像谁没事会叫克雅西叫克雅西排水的？没有，这个还算可以理解，因为克雅西就是在那里，然后都会有牌子说是克雅西。哦，对啦，而且很多河，像在竹东那边，就桃园溪的支流，在竹东的几条就是流经竹东镇里面的。它在地图是没有名字的，就从市面上 Google Maps 到 Google 车的中心的都没有，就是只有一条线，蓝色线的。中间都没有。嗯。哎，你这个是怎么插上来？这个很麻烦啊，因为那个之前那个上次去跟水利署开会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部分啊，有些就是有些它就是不归水利署管，然后有些可能就是。沟渠化沟渠啊，或者什么，或者是它是私人的啊，或者是它是那个农业用等等。那农业用就是归现在的农水署。嗯。哦，啊，农水署目前开放资料是几乎还没有做啦。嗯。因为人家才刚变署。所以对那个维基百科那也做开放。哦，对。像一些大的河流系，吃有都对出来。像在竹东那个例子。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慢慢来，因为像是大部分的水圳有没有？你如果对回河川代码，都会对出很奇怪的名字，嗯、像是河川代码里面根本就没有嘉南大圳了，嗯，是吧？可是嘉南大圳甚至已经是我们就是国小课本，对，然后大家都知道的名称这样，然后所以它是不是在一个？他就不归水利署管嘛，然后他可能就猜这一条就叫什么什么排水，这一条叫什么什么排水之类的，对。然后像以头前溪来讲，有游罗溪，然后又有游罗干线，那又不一样。对，那又不一样。然后以像盐水溪跟盐水溪排水是两个不同。对，对，这很麻烦。然后。又有一堆河川，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当地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当地的河川到底叫什么。那我觉得比较严重的大安溪上游的太钢溪跟那个什么，有一个塔克金溪其实还
同一堂。啊，同一堂代工应该是一样的。对，应该是一样的。是哦。但它是分开两代嘛？谁的代码分开？对，不晓得哪边代码分开，水鼠那边啊。哦，是哦。对，就是同一条，但其实上塔克金跟其实上同一条，但是不同代码。太阳子的太，三杠的杠。那其实应该只是那个不同代码，同一条 C 的不同名称。这样塔克金跟太钢哦，哎、欸，这样是要点个 reference number 还是怎样？说到 A 那边，然后在这边使用。不是不是，我讲是代码是水利署的。这水利，可是没有这个，这个其实要回到水利署那边去。对对对，我知道这个，不用。这个是要回到水利署那边去，去跟他们讲。对，而且搞不好，我跟你讲，搞不好水利署跟你讲说，其实太钢是，对，太钢其实是哪里，然后塔克金其实是哪里。同一条的不同段，因为以目前解释系统，因为以目前来看，以目前来看，塔克金跟太钢现在是同一个层级，所以它应该不可以，它应该不会是不同段，可能我在猜啦，它可能是一个有点像 Y 型的方式，然后汇入到大汉溪，然后大家就觉得那个 Y 型都是塔克金或都是太钢。没有，我觉得只是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生错误了。哦，这简单，这解释会比较简单一点。没有地图可以看。不是，重点就是你看了地图也不确定那个地图是不是对的啊。现在是连国土测绘中心都有可能错。那天我们去水利署开会的时候，他们就讲啊，水保局的那个河川的汇流点的图，跟水利署的图，跟那个水土国土测绘中心的图都对不起来。所以是三分三个版本。对啊，怎么还有？还有我们可以发挥空间啊。就是 A 版的中间，就是所以已经过程了，还有哪一条？不是吧？所以他们那一天开会就是在讲啊 ，A 版本的那个汇流点有没有？汇流点就是这个河汇进去，它实际上有几个点是汇流的，可能 A 版本是十个 ，B 版本可能是八个，然后 C 版本可能是十一个这样子。他们现在这。这些单位他们有资源是可以拿到定期的那个航照图或者是卫星分派图，就要额外的付费啊。他们自己单位要在，而且内部交换都要付费啊，像国土测绘中心给他们也要付费啊。好，而且水利署，就那天我们去开会也有讲啊，水利署本身也没有真的去现刊。会去现刊的都是河川局啊。110年，哎，对，第一份啊。是吗？啊。他现在会纳入 Wiki Data 喽。你看，超屌的。含维基数据，看塔克金西太钢西，巨小的，专业调查需要那么多钱。你看，一个是114014塔克金西，然后太钢西是114012。哎，砸孔西的砸是这个字啊？嗯，哪一个？真的是西，不是。那个应该不念砸吧？没有，我们至少我认识人都念砸，然后是木字旁的砸。哦，这个就是从来没有人念得对的那个糖果的名字啊。你说牛轧糖？对啊，那个字我们真的就是爬山都叫砸孔西。不是，那个字的正确的读音是念亚。哦，有亚。你最好是会这样子叫那个糖。你这样子，老板，所以不叫嘎票，所以不叫嘎票，叫压票。压票。压票。对。所以那也要叫压。哦，对，它这个景美溪的中间溪。中间溪。那个无名溪是真的没有名字。没有，它就叫无名溪，然后可以靠了一个抽水站去定它的位置。对，有个无名溪抽水站。对啊，台湾也有无名山啦，不过是那个光明的名。在中间溪要怎么对都对不出来，我们就是怒王，看不到光明。然后这条河都对得出来了，然后下面还有一条河就叫
再往下一点，再往下。阿婷，就有一条直接叫苏红道。苏红道。啊？哦对，他这个官渡是应该是中岛市。大的二重树。就是那个官渡苏红道，从官渡汇入淡水的。可是我每次搭的经过那边都要解释一次怎么是苏红道。然后有一个我看不懂，就是，哎，过了啊，那个下面一点，下面一点，阿婷，崩坡缺，啊，崩坡缺一号，啊，我不知道，走三次，对，我知道的崩坡缺在嘉义，但是这个不是在嘉义，对吧？然后。进入客家区就很多。主流的定义是说会直接汇入海洋吗？啊？主流的定义。嗯，对，就是它的出海口是太平洋或者是那个台湾海峡的时候。它的开第一位数是一的话流入台湾海峡，二的话是流入太平洋。然后你看那个克雅西往下一点，三十一，再往下。你看克雅西有一个南门西，再加一个南门西支线，这一般人怎么可能？这是懒得去命名啊！我是不知道了，它应该是它支流量。对，嗯，我刚刚讲竹道那几条是这个吧？对，然后这边是走出来了。整个列表里面就是有问题的话，那水利署他们自己内部，他们在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到 eData 之前的话，他们自己内部会再做一些什么，或者是跟调整，还是他们有什么？应该这样讲，现在的工作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两边开始对，对到有问题的就要回馈给水利署，然后他们再去改。因为坦白讲，他们从第一条开始对，他们也无从对起。他们目前是水利组的哪一个单位在做这个事情？那个水文组。水文技术组。对，这个是算水文组的，但是又很妙哦。河川直接的资料好像又算河海组的。河海组的记录。但是这个是算水文组的。然后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有点忘记是哪一条河，哦，东大排水，东门就是东大排水，就是东大排水其实很妙哦。东大排水它其实是一条分流出来的，然后它的分流点其实是在克雅西流域，对，你可以在 Wiki 那个大瑞，你可以在那个 Wikidata 搜寻东大排水。所以它是汇入的相反，它是从主流支出来的。对，可是它的分流点是在那个克雅西流域，可是它这条河又是被归进头前溪流域。那刚刚你说回报到水文技术组，那那边我们回报的格式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去做回报？其实就是跟他们讲。写没有吗？还是开会的时候提出来，一并提出来？都有。就是写 mail 加那个，发源地南门溪。对，发源地是南门溪，南门溪是克雅西流域，所以它是分流进来。对，它是南门溪分流进来啊。南门溪分流进来这件事情是写在那个排水整合，就是区域排水整合查询系统。这个网站里面，就是东大排水，它是从南门溪分流进来的这件事情。但最后还是到头前溪，所以它的后来就是这里吧。对，克雅溪。所以这也是一件蛮有意思的地方哦。那因为目前我们接下来的那个资料交换的示范区是头前溪流域，所以大家如果在新竹的朋友，如果有遇到什么，有看到什么问题哦，大家就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然后我们可以
跟直接反映给水利署。对。然后，戴瑞林可以帮我开那个表吗？就是我们在 Wikidata 上的。对 Wikidata 那个表。你直接搜寻台湾专题应该比较快。我是说在 Wikidata 里面搜寻台湾专题。对，就这个。就帮我下一点。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头前溪流域的这个对照了，那大家如果有空就去 OSN 找一下。这就是找不出来主动到底。哦，所以就是都缺哈。然后这也找不到。然后在这些河里面哦，只有冷水坑溪是有排水编号，然后没有河川代码。啊，其他都是又有河川代码，然后又有排水编号。然后又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以新庄子排水来讲，到底130021讲的范围跟 I006讲的范围是不是一样？啊，对。哎，打公共工程的那个，对吧？公共工程的，但他有图吗？也有忠实的报道，我怎么都是简体字啊？人家对主要客群友善。是在竹北豆子浦西，你看当地就一定是叫豆子浦西，绝对不会叫什么豆子浦干线。看，这就这条啊，上下山之陡人之线。好啊，至少有这种图的话，就很容易就识别到了。可是有一个问题是说，他这边讲的豆子浦溪跟豆子浦干线到底有没有对上，是很大的一个问号。他这边没有啊。没有啊，只有豆子浦干线嘛。那应该就是吧。我看他的排水编号。在后面。对六。排水编号是后面那个。如果说那个核酸代码，是要对这个，他上层这个。不是，我们这边没有做上层。61啊。61。是60啊。哦吼。60有分出来。对 ,60 分出来。61。所以它是汇进砍下干线。砍下干线。对吧、啊、那你就要再去找砍下干线的资料。所以大瑞你刚刚讲说两边名字对不起来，所以游罗干线可能也有可能是在 OSN 里面就不叫游罗干线。好的是在 OSN 是在地人去把名字填上去，看过测位中心名字。然后你看水长流溪，然后就下面就是水长流干线排水234，然后一不知道跑去哪了。然后北港西排水12345，不要了，等我要把这条卖出去。汉西、草湖西、南港西、雾峰农秀西，汉西跟汉西排水不一样。对，汉西跟汉西排水不一样，是人工改造出来的，一个是不一定。我跟你讲，没有哦，是啊，这个位置，这个是那个第一只红色，哪里？那个柳川，我跟你讲，可能是没改道，就是没改道，流经台东市了。是改道后的新的那个新的河道，就是提前就流经大理寺，真的是很常发生的情况，就是自然就人工去改道的，所以它就要用红色，不一定啊，因为红色的是柳川排水，这几个就是那个台中市大名鼎鼎那几个，柳川排水、绿川排水，旁边有卖很好吃的饼，不要排名。陈友兰溪，你看还有那个阿里不动，阿里不动到底是什么啦？还有仓库溪。我觉得无名还是最快。无名也就一个啊，就一个了，对吧？
无名溪。我觉得跟在地的名字对不起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对 Google Maps， 对 Google 车位中心，我对其他地图很多对不起来。对、啊。西机场排水。哪边啊？嘴炎，哎，过了，对。好、哦，二人西。哎，高雄在地人，你认得几个？来了来了，已经进。你看阿公电溪还有一个支流叫浊水溪，这么多浊水溪，超多浊水溪，我们台湾超多，还有冈山溪，冈山溪人，哎来，莲宝溪排水，然后没有，没有支流，嗯，爱河也没支流，嗯，可是这就是谁上游啊？莲宝溪排水那个就。我们那边名字跟这边跟这个完全不一样。那边叫什么？你们那边叫什么？有人会叫点宝溪，有人会叫中崎溪，可是不是叫点宝溪排水。没有，不会叫排水是一定的。我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人讲过哪一条溪叫叉叉排水，绝对没有。但是就是对。那而且那边的状况就是，都整段叫点宝溪，可是不同就流经不同村庄的时候叫不同。还有高雄农场排水，靠谣，地利溪，巴沙加鲁溪，小鹿溪，小鹿溪，老佛溪，老佛爷是放在心里尊重的，加封二号溪，加封一号溪，电光一号溪，电光二号溪。花蕾了，那个林雅溪，雅化了，这个挂号是不是？这雅化过了，林雅溪，马太安溪，文兰溪，墨溪，北清水溪，老南清水溪，和平北溪，和平南溪，大清水溪，清水溪也真的很多。那个墨西跟墨痕有关系吗？墨西跟罗墨西吗？有一只叫墨痕。墨西啊，马佛西的支流。南北清水溪竟然汇入花莲溪，而不是汇入大清水溪。哦。可是你看啊，南澳北溪、南溪汇入南澳溪啊。你刚刚你是浊水溪。哦，好吧。宜兰就那样子东山很难过，就说滴滴要设一个地点。东山河北侧排水。在干嘛？啊？想在干嘛？你要参加干嘛？他的这个幻术是第二个。天狗溪就是他其实是他会模拟的。灵山溪，他就说美优溪。会见假 NPC。汤唯中一排。哦，对对对。交溪那边。泡温泉，大溪串电梯之后再啊，150条，其实主流、欸、有很多双溪耶，其实你搜寻双溪，双溪你要在你编辑台北有双溪啊，台北有双溪啊，有五笔双溪啊，这个双溪内外双溪，然后再就是这个双溪，那个双溪又不知道在哪里，内双是吧？外双，然后这个双，头层。在宜兰吗？对，宜兰。大溪川可能可以想象是在大溪渔港那边吧。它是不是唯一一条用川结尾的溪啊？那是。靠谣。客谣溪。考虑到我们有被殖民过，这样子。可是只剩一条，也是我觉得也蛮妙的。以前爱河叫高雄川啊，到后来就爱河。好了，如果你把绿川那种也算进去吧，可是它现在叫绿川排水。钓鱼台也有双溪耶。钓鱼台也有双溪。钓鱼台上面有溪哦。我刚刚看，我刚看有叫双溪的都不在双溪。对。你指的双溪哪个双溪？好吧。哎呀，你指的新店溪是哪个新店溪？哦，没有。
苗栗也有新店溪，离泽松山都是南苗松山。苗龟混乱了，好吗？对，已经够混乱了。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另外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如果有仔细看那一个核酸代码的全名，你就会发现那个核酸代码的全名它叫做台湾地区核酸代码，所以只要不是台湾，没有福建就没有，不用没有福建，兰屿就没有了，就离岛都没有，对，兰屿、澎湖全部都没有。我记得上个月你有讲过这件事。川渝编号，够够是目前多少个？看一下，我不知道。我们同时跑看阿威打架，相当多的资料，无论如何都要继续。你用的是 EU 的，用那个。我要看金门东陵啊，为什么都是小金门的？因为那天就我在弄小金门的，没有人去动金门的。但那个水道应该是有漏花，但是没有把它包成 relation， 可是就没有 source 啊。这条金城镇这条路吴江对不对？没有，吴江是金门的意思，但是也是水名吧？不是不是不是，应该有水名意思吧？我记得是没有哎、欸，不要小看中文的歧义。是吗？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记得吴江就是金门的意思啊，还是有吗？我查到一堆吴江面馆。只能看 Google 地图了。对，你看，你也是查到吴江面馆。面馆。哎、欸，有哎、欸，有吴江西耶、欸。对啊。可是它不叫吴。不要忽略那个中文的歧义图。它是吴江西。近年来，吴江西流量减少。是谁写的？不知道。可是没有 source。QQ， 那些解释历史。对啊，这样看不到它水在哪。对啊，可以去 Wikipedia 跑进来给看一下，这样他们判断。这条进入。它崩嘎了，好事。它被加。没有，那个应该那个是要删掉的。在这里的被加盖了。哦，把盖子。被加盖嘞。那你把这个加盖。变长了。你把这个删掉。你只要没有，它现在是加盖变减少，上游。它旁边这里啊。这边还有啊。看得到。但是把它盖起来，盖在路面底下。难怪叫北极路，吴江西。对啊，把工具化做什么？可是树林那边很多，后来很多不知道就是大郡沟渠，然后上面直接干下去，这样的路填的。然后其实那边脚下没有水，克雅西的排水都对对，你脚下有水，你知道？没有加排水。就是啊，我们在过来在树林不是你要去排水那边找，要加排水。看他有没有只有排水，然后没有合成地。反正我计划在盖井，都不会有防起下。不会有，我就不说是阿公阿妈半夜把这个水冲进去。他直接看公车了。树林那边，树冠现在也没扣啊，是不是？修它。都是残雕。进入地图。都是残雕。树林，不能说树林是不是都是残雕啊？还没告诉我否认哦。开广场。那树林那边都是工厂，三雕那边看起来好像有，一到五天我都没有哎，哎，金门县，我味道都不一样。改天去问一下水利署，金门县到底有没有河川统计？那这样就是消失了。那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一到五多少扫啊？能直接去吗？是被删除了？都没有哎。还有，二十四小时，自动看京东有没有河流，京西有那个啊，第八河川吴江，排水都没有，堵。我们来看看京东有没有溪流。
嗯，这两条啊。有进。拱门西。金门至少两条可以加。水利署是有分流到台湾海峡还是太平洋？然后这边金湖镇是哪一条？我们有注入到巴士海峡的河吗？山外溪。有啊，但是它都归在流入太平，流入台湾海峡。有啊，一定有啊，恒春半岛那么多。可是不是只有正下方才是巴士海峡吗？你怎么定义正下？你要怎么定义那个范围是巴士海峡？我记得进荷兰比登塔之前有溪啊。哦、啊，一定有啊，但是河川淡嘛，是把它归在流入台湾海峡。嗯，所以就是没有分那么细。啊，巴河局好像没有金门的河川列表。来，来看，都是大太平洋地区没有分。所以如果说是这，从荷兰比到这边叫什么？大家都是太平洋的人。这边都是流入哎、欸、有哦石牛溪可是我但都不是有但都没有都没有代码没有代码对啊上一个代码保利时下一个是港口保利时这就让我想到海角七号哦北京车城你那是波兰的够了老公的保利哦对了我应该把这个干掉因为它是记录主流游到台湾海峡跟太平洋，我要改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其他的名字，然后把它编成河川的管理的话，那就会更多了。河川够我们玩几年的？而且你知道水保局的那个水保局？水保局他们的目标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弄到排水？水保局的目标是要一直溯源到山顶。哇！对，所以到时候又跟你们登山也有关。不过山顶的话，很多溪沟也是常变来变去啊。对，可是因为对水保局而言，那些变来变去的溪沟其实就是土石流、浅石溪流。哦，对。这边的确爬山的可以推广一些，就是。类似 street complete 的那种，你看，新店溪上游就非常不详细。哎，我来看一下三峡，我看跟我的理解一不一样。哎、欸，三峡上游是大包溪吗？对，但是大家分段哪里？从那里开始就要搭三峡了。这边吗？五寮溪进来。从臭河开始是三峡河。哪里？臭河。臭河。有一个地方叫臭河。哦，就在那里，那就是汇入点了。对，从臭河开始叫三峡河，可是现在右边这边、嗯，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叫三峡河了，因为我老爸就是跟我讲说，从臭河开始就是叫三峡。那这边鸢尾山的中原溪吗？那一条溪众说纷纭，很多有很多名字，超多名字的，有人叫中原溪，然后有人也把这一条也叫土地公，不是叫土地公坑溪，不是叫土地公，叫土地公坑溪。对耶，对，那里应该叫土地公坑，或者是叫福德坑。啊、嗯，我可以讲一下这个土地公坑的故事。这里超级多土地公庙，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那边的汉人拿土地公庙当番界。然后就跟原住民说：“哎，我今天土地公庙盖在这边，那这边归我，那边归你。”然后默默的汉人就偷偷在往前面再盖一间小土地公庙，然后再偷偷再盖一间小土地公庙，再偷偷盖一条小，再盖一个土地公庙，所以就导致那边叫土地公坑，因为一堆土地公。对，就很有趣。嗯，真断了鹿角坑，加盖了。对，没有加盖。对，那边有加盖。熟悉的地方，然后新增关系。然后这边叫做石头溪，是因为以前，因为以前，石头溪在石头溪在在大概这里。北大里面。对，北大里面这边叫石头溪，所以被加盖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溪，没有这个溪，是以前它以前是大汉溪的流道，然后大汉溪退掉之后。
没有没有，它就是以前大汉溪的河道 是走这边，它是走下面一点，走这边。啊，后来它那个改河道改到这里之后，这边就留下一堆鹅卵石，所以这边就叫石头溪。哦，以前它是以前这个大汉溪它走是这样子，说它一出山口，然后这边流速减慢，所以它对，它是走进来这里，它是走过来，所以它在这之间都一直摆。对对对，那这边叫桃子角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前大汉溪是有流过这里，然后这边是一块沙洲，然后有三棵桃子树，然后这个沙洲就开始有人在那边休息，然后慢慢就有人随着那三棵桃子树，然后就开始摆摊。然后这边就改，后来就改叫做桃子角，可是后来改道之后就都没有这些。石头溪是我们刚刚半夜走过来就没有别的。不是不是，石头溪又更远。好，那好像有一次我们半夜从没有，你没有，我们没有去过石头溪。没有，没有。而且这边有一个男子沟溪，对不对？嗯，那个是哪里？那个板桥也有一个男子沟，那就是以前大汉溪的分流。嗯，你知道集美溪的分流就干掉了，只剩下这一堆就公有地的地方。哦，这一块就以前那个集美溪的分流。哦，你说那个公园那一条？袋装公园。哦，就是好像还是看得出那个哈。对，嗯。然后这边的话，这边有个万圣溪，所以它后来的下游就变万圣溪进入新天溪那个。哎，帮我再回去三峡一下。我台北大学里面有没有画？台北大学里面有什么？有一个新湖，新湖是从那个大汉溪引流，然后进来，它是一个哦，有一个刘错普圳。哎呀，对，土友。然后刘错普圳进。那个新湖是一个储水地，然后储水之后会转到旁边是那个甘源那边有一条溪圳路，有没有？就是会转进溪圳，供甘源跟树林那一块的人用水。哎，那可以帮我拉到树林那边，帮我拉树林火车站前站，这是南树林火车站。哦，好好，没有了，都没有，我看到全部都不见了。因为这边其实底下一大，这边有很多水圳，我知道有人有画，对，这边有很多水圳，但我没有把它变成潭底沟啊。那底下就是顶的，没有render出来了。没有，那只是那个，它没有这种 relation 包起来。嗯，是这样把它包起来。所以其实哦，河川真是够我们做好多年，就是刚刚讲的那些圳有没有？如果再做起来就。又对，又是一份工。然后我还要把刘光俊弄起来。哎，有画，但是没有把它变成 relation。因为圳那个吼，大多都他才会画。那个圳大多都归农水署，就是农田水利会。那新店这边也可以有意思，就是对对，圳是公干。接着还有那个圳流过圳，然后搭桥的状况，一个比较高，然后一个比较低。哦，顺带一提。那个圳有时候会浓过流过那个农塘有没有？就是作为那个储水的地方有没有？农塘又归水保局管。啊？对，农塘现在是水保局的业务。哦。然后，哎，要不要看一下竹科那边？竹科那边就会归经济部。园区里面。对对对。哦，东大，哎，对哦，你那一天不是问我说东门大跟东大是不是同一条？嗯、但我也不知道哎，因为排水，因为先把它同一条定下来。因为那个东马相那个什么，哎，我找冷水坑溪。哦，哎，我那天有去冷水坑溪耶，竟然就是这样看到了。对啊，我那天有去冷水坑溪。他有经过那个竹南酒厂，嗯，龙恩圳这边有龙恩圳，三峡有龙恩圳，东古圳，大家有名字有 generation 就是这样子，嗯，总共，你知道，
多少嘞？关系700多个，747。这还只是有记，就是有加名字。那无名的那种溪流就很多，更多了。那大家有空的，就是可以去，因为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在那个专题页面上面开始一直整理那个各个流域河川的河川代码，因为大二姨这边已经把那个 OSN 跟河川代码对起来了，那大家可以再去对 Wikidata。好的。对。那你在专案页面那边做好表格，然后你可以再汇回来那个。OSN 这边，那现在我们现在主要可以对的就是 Wikidata 跟河川代码，还有 OSN ID。那还有的页面是 Wikidata 那个 project。对对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排水代码，可是排水代码就是大家就尽力而为啦。对。大瑞，你要不要开一下排水代码？在那个整合资讯那个。打排水代码应该就有了，没有，那就是，是哪个水利署？水利署。没有，它有一个整合查询平台，叫水利地理资讯服务平台。是吗？哦，有一个叫做区域排水整合型查询系统。第一个就是没有，是排水主题资讯啊，这个是图之类的。有啊，你包括你居然有轻轨工程。就是排水有另外一个排水代码，那排水代码主要是在这里，区排整合型查询系统。然后你按那个排水主题资讯。RDI153。可能是。然后它下面就有一个排水代码。部门测试上了，然后他们就说那就走。它就有一个排水代码在旁边那边。我可以看然后做布置分析排水的现行长什么样子的。大部分的都是失效的，你要看那种大的排水才会有。哦，没有出现。像是，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公告的那个。岩港西可能有啊，克雅西一定有的。克雅西排有，拓普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们，有吗？他不是 Firefox， 不错。我以前是不行。他是不是拓普图死掉了？再看这个，你现在开给干嘛？你看这个，你就可以知道 Google 是什么。Google 是觉得你自己脑到锁定，对。哦，有了。有了，有了。你把 Wiki 设定这边就是二到三个。哦，好慢。要上去也得搞命。有够慢，他平常接触资讯管道就比较慢，那个年龄层的。哎呀就是我只管到一个，所以你看嘛，你看这个照片，其实河谷都还有在继续啊，但是就是全责终点到那里。
这个对 OS 有帮助吗？这个在竹东知名还是不知道？你说东大吗？竹东啊，竹东四条太多了。哎、欸，这样子应该看得到那个东大排水那个分流的地方，我刚好有看到。来，先把竹东知名搞定。竹东左边、啊，哦，这边豆子铺，它现在有冲惯性了。这边就往横山、啊，就这里没有啊，这边好几条。嗯，哦，游罗干线离游罗溪这么远哦。我们设计过吗？哎呀，那中间那个是破土还是怎样？哪里是没落地，是雷盖住而已啊、哦。因为它的你要看有没有破土的话，你只要缩放几次就知道了。它新博成绩可能没有、哦。就这里啦，这中间有好几条。应该后面那一层的压道，用拼的然后呢？好，你说东大的。对啊，你看东大是，哎、欸，对啊。他东大的全责没有到南门，有没有？有没有？东大在往上，有没有？在往上，他跟南门中间有一点点空空的，东大城那边，然后再往前，往前，再往前。你看，他跟南门之间其实应该是有接在一起，但是就，对，但是就没有管辖范围就不到那。哦，我这个新竹人对这边不熟啊。那你对哪边熟？竹东吗？哎、欸，南门支线跟南门是从竹中哦，滴滴哦。新竹是东区到竹东中间，那就是斗仑这边是吗？没有没有，还要再下游一点。哦，在下游附近对。在。没有，我说的是新竹是东区到竹东这。哦，竹东站在左边。哦竹东这两块是，嗯，所以是冷水坑溪吗？我下班的时候会从竹北那个头前溪这边走过来，直接每日关心头前溪。那那边的那个叠水工可以直接用走下去。嗯，很复杂。这部分我必须说，我有车位中心那个还蛮完整，嗯，就至少到源头的。虽然说它到源头那边的资料其实乱洗，有时候乱洗。目前我们会把整理的资料放到 HackMD 吗？还是那只是暂时拿来讨论 ？HackMD 当然是拿 ，HackMD 是拿来讨论。那基本上你就是直接坐进 OSN 跟 Wikidata 那个页面，那水利署会直接看 Wikidata 那边的页面。然后去制作新的核酸代码，我很欣慰啊，终于开始用 HackMD 了。对，然后但他一直没有汇入哎，怎么说也可以汇入？这不是废话吗？我们都玩了两个人面那么久了。好啦，那今天大概就这样了。所以今天一个结论，核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啊好啊，哎、欸，我们还有农水署那一块的资料，全部都没有拿到。慢慢来啦，你哪里消化不掉？真的，你是说农田水利署？对啊，什么圈圈圳、叉叉圳都在。对，搞不好那边加上去树林那边就是嘛。哦，应该大部分只要以前有。那它是菌，它真的是菌。嗯。好啦，那今天大概是到这样，然后你今天场地预计应该会开到十点半吧，等一下我们就大家就可以自由讨论，可以自由讨论了，有需要就接电脑，就是直接到前面。